断。我是政治家庭的后一代，无唔对，但是这种并不是迄种定义的迄种正二代。咱是在地咧经营，咱是人基层徛社会，咱是五当来拢咧拍拼，所以乡亲甲我肯定，我也真安慰。但是面对足大诶一个压力，我也体会到中政治啊做侪无奈，所以今仔日也真无可奈何，拜托咱乡亲支持者了解我内心诶即个痛苦，内心即个煎熬。而且要特别感谢咱陈局长、市长，伊对地中参选诶即个鼓励诶即个支持。全国人气最高，咱的陈市长，伊捌公开咧讲，无来选，吼，咱会赢，啊，为虾米无来参选？吼，即个民进党的初选，吼，拢是来做民调，吼，啊，民调咱家己啊，拢有来私底下做，吼，来吃，吼，啊，若照着民调的即个数字，吼，民调即种。啊，总共，予咱领先差不多嘛有10%左右，哦，所以即咱有绝对即个信心。但是既然今仔之中，咱来做即个决定，就毋是咧考虑讲，哦，民调是输赢的问题，哦，这是咱希望讲为着大局，为着大家会当来团结，时间。成就等于四当前，因会当予我哩即个坚定小干来当选，而且嘛是即个议会历史顶悬啊最悬的即个得票，啊实在是不敢当。一路行到今仔日，啊我知影今仔日有足侪人、足侪朋友、足侪乡亲，互伊问之中，啊为虾米啊咱哩地方经营？已经五年，去年议员咱来放弃参选，来助选，来更叫，就是决心无退路，来打拼立法委员的选举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今仔日为什么来做出这个礼让的决定？会赢